所有的朋友，我需要从前面到最后面，从最左边到最右边，所有的朋友把手举起来，再借给我一次，像这样。爱的鼓励，一起来。再次，卡宝箱，内地。我朋友旧年，当汽车冷气歹去，无一想你。我讲无差，反正主力常常有寒流，是需要什么暖气？只是冬天，结果伊天气是袂当关，不是袂当开。这台湾天气就像迄台车，哈害有偌歹。咱地输好是但拢食屎，食饭的时阵咱问马英九为啥他爱食屎，马英九讲，食饭的时阵卖讲嘿。这种的天气靠人会堪嘞，就业中心办到美术飞轮海演唱会，咱嘛出乎无工课，你若问我。Are you? I am fine, thank you. 我真正是想要送给马英九三个字，就是袂当讲的那三个字。好，那个好个啦，我挡袂牢啊，他不惊，不咧惊啦，马英九。无工课，无饭吃，大人甚至想甲头壳拢起烟啦。无工课，无饭吃，咱敢会当互相鼓励来，我甲你爱听鼓励。再次。啊，大声的！最后一次。卖个怪媳妇，妈妈一直怪马英九，看破吧，朋友，你要五嘛进五嘛是会使啦，袂歹啊，消费券会当买一包火腿甲一个赖达，咱台湾人呢，咱哪会当失志？咱是上强的，咱是上有志气，咱无咧轻视啥物第二代，咱要做就做第一代，第二代嘛袂歹，运气歹，咱当然是愈骨咱尔，运气歹看，也是有人趁假。我知影讲到这你愈计较，啊别人讲幸运的金子，咱拢是衰潲。我有去帮你算啊，你刷落来，袂歹呢，你会使呢。去年你只是犯太岁，所以免烦恼。但一个我听了烧酒，去点一拍公平顶就好。无工课，无饭吃，大人甚至想甲头壳拢起烟啦。无工课，无饭吃，大家会当互相鼓励来，我甲你爱的鼓励。大家大声，后面朋友，彼此介绍啊。OK， 所以一般 hip hop 的带动东西，坐好，坐好，好，咱一挂无同的啦吼，咱来一挂较特别吼，来，坐叫着我。叫着我，叫着我，谁叫着我，谁叫着我，谁叫着我。Let's go, Mr. G。大龙哥，嘻哈是一种很外来的东西。你看这条歌，红红的歌，很喜欢歌。台湾国宝文夏老师，这位下来，这条歌叫《台湾之光》。唱这首歌有三件事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。第一件事，尖叫。第二件事，尖叫。第三件事，已经好久不曾感动，好久不曾有冲动，好久叫那汤泛红，好久没做梦，像个冷血动物，对现况疲惫，不在乎身边发生的一切，也放弃想改变身边的一切。突然间我们不再迷惘，双手合十，好像有了信仰，紧握着拳头感觉到了力量，热血充满着心脏，瞳孔变得像小孩一样，冷血动物热泪盈眶，那是陈思希在奥运天下第一面镜，还是苏联文神一次倒下或站起来，是曾雅妮将世界第一拿下，是林毅杰穿越北极横跨撒哈拉，是王建民拿下十九胜的那一幕，是郭宏志开始知道后还创造纪录，是萧清扬李安林怀民写下的历史，让我们再为他们尖叫一次。第一件事，叫着我，叫着我，叫我的认真打拼，心灵角落，
把现实抽离，让梦想又在胸口搅和。他们让小朋友练习十分加油，小朋友去体育用品店都说我要买声卡球。他们让2300万颗心紧紧相连，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也可以如此团结。他们在地图点的战争将地名改写，让世界知道我们叫台湾，不是中华台北。他们让土壤给自信，不害怕了，让我们亲眼目睹阳光变金色马车。他们给了台湾新的视野，能让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征服了世界。他们让我们过海关时很骄傲，拿出护照时感觉自己超屌。谢谢这些先锋，让我们跟上脚步往前冲，冲向天空。第二件事是什么？尖叫！叫着我，叫着我。第三件事，尖叫！把全世界听到咱南投的声。是是是。